欢迎黄一达。太久没有出现了，而且他汉哥，他今上次来康熙的时候，竟然曾经把手指插入你的鼻孔。我为什么不记得这件事啊？八年前，什么状况下？八年前你的手指插入小 S 的鼻孔，就好像蹦啊，玩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要蹲的，那时候白兔还是什么红萝卜？红萝卜蹲，跟蜜雪围棋嘛。他今天要补棋另外一边呢。没有觉得整天被人家问说什么时候出片这些事情很烦吗？有啊，会被催啊。嗯。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，像我常会跟我歌迷说，我是做音乐，不是卖音乐的。对。假装。然后过来挖鼻孔，这样叫挖吗？这叫还蛮太嚣张了，是不是？做音乐不是卖音乐，对，所以我这张专辑都耗两年就一直窝在家里。你是说每年都出专辑的歌手就是在卖音乐，是不是？我没有这样讲。他刚这句话一定深得今天那个评审的心。我给黄义达一个奖金好不好？黄义达，你真是无孔不入啊！你很无聊，是关于音乐的吧？刚刚那句话是做音乐，我就表示他很认真，因为他说他这张专辑。自己编、自己写、自己 mix。上一次来是八年前，我每天在看，说我哪一天还可以上康熙。哦，好啦，冲着他是康熙的忠实粉丝，再让他擦一次鼻孔好了。真假的？真的，你上次擦左边吗？我把鼻孔送过来，大方啊。用大拇指，不要太用力。大拇指。再深一点，哦，好，有点痛，好难懂的奖励哦。来玩萝卜蹲，好，要不要？好，玩萝卜蹲。输的人要把手指头戳到他前一个萝卜的那个人的鼻孔里面。好，谁先？你先了。好，预备，请。绿萝卜蹲，绿萝卜蹲，绿萝卜蹲，玩白萝卜蹲。白萝卜蹲，白萝卜蹲。哎，他是什么？黑。你才没有被人家把手指，弄清楚吧？你什么颜色？你手不要碰啊！没有，我们已经玩完了，就你输了。没有要再玩接下去。我们只是那么快，只是要看。哦，新人实在难当。他刚刚那个感觉怎么样？还不错啊，可是就是有一种不爽快的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别人毕竟不知道我的鼻屎在哪里，所以他就只是一昧的放进去，可是他没有，就是。可是为什么人家就可以帮你掏耳屎？因为耳屎它是看得见，而鼻屎它看不见，它只能进去猛乱抠。所以也应该就是掏耳屎的师傅也应该发明一种，就是让你把鼻子朝灯光，然后它可以看得到，然后有东西看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帮它挖。像可是鼻屎一定要自己挖才爽啦。小 S 有没有给过你们脸色看？有啊，刚刚啊。哎，我刚很热情让你帮我挖鼻屎。你今天是故意模仿我的发型吗？我想只是巧合。你凭什么弄学生头？学生头是我的。好，这名打扮成女学生的歹徒呢，她即将对五位女明星施出她的魔爪。那女明星会首先依照我们的指示来对她施以惩戒。我认为，当歹徒的魔爪伸到她的臀部时，你现在是女学生打扮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？好，她魔爪伸向女明星的时候呢，女明星察觉之后。会立刻很敏捷地抓住这个歹徒的手部，然后把这个歹徒的手部插向歹徒自己的鼻孔。我们要求要做到，就是歹徒在手指插上鼻孔的过程当中，要朗诵两句唐诗，就是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水流”。哎呦！然后朗诵完之后，再把两个手指准确插入自己鼻孔当中。好精确的指令，好精确！你清楚了没？清楚了。这节目真的很……先念完再插嘛。同时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该死的，你做得很好。这实在太浮夸了，这是什么节目啊？
好奇怪。我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完整的演出。那我可以推荐一个养生法吗？只有。是我大姑推荐的，我大姑是哈佛的医生。所以你觉得在小贤眼中，你有资格推荐养生法？有的事我先不跟你计较。小孩常常生病，就是他都说就是因为有身体里面有寒气，然后他很不喜欢小孩一直吃药，因为毕竟是伤身。他就说你只要让自己排寒气，把那个寒气排出来之后，身体就会自动就是好起来。然后这个排寒气的方法呢，我自己试过，就是有时候快要感冒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在家里再自己弄排寒气，就把那个卫生纸扭成这样尖尖的，然后你就这样搓鼻孔。我小时候常做。哦，干什么？快哈气。那会很痒哎。哇，你表情好可怕。会不会很痒？这个闻到什么？哎，快哈气！闻到什么？他快要，他快要。等一下，我快到了。看灯，看灯。对，看灯。看亮的地方。看日光。好，再看。拍片现场就很无聊啊，那你就是想说找一个人来玩一玩啊，就说哦，好无聊，就这样。哎呀，不要弄了。嘉庆，不要弄了，我要看剧本呢。好了。你不要揍他！有种就在那边啊！好，导演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先拍。你不觉得这游戏很好玩吗？哎，你这样弄谁？小五哥啊，你是谢祖武。谢祖武。对啊。然后他有俩公吗？没有哎。小五哥现在已经被我们训练到，就是你们三个人弄他，都弄他，就三个一起，那三个一起来弄小 S 看看，好来，一二三，你不要闹了，而且我要看剧本了，好了啦，不要玩的老无聊了，不是已经玩很久了，好了，哎呀，他要工作拍戏，走开啦，走开，不要闹哦，玉姐，没有最重要是不断的玩哦，你说痛不痛啦？好了，不好玩，好好玩，换那个，换那个，换那个。等一下，你们玩谢祖武玩到什么时候呢？就是玩到我们。你要闪开，你要闪我，你要闪我们。不要闪我，弟弟。小五哥就这样，小五哥就这样，小五哥就这样，我们就会这样吗？对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自己。哎，动哎！就算我不动，你们也要动东西吗？对，所以我们到底按到什么？其实这好反应啊。然后我要讲两百，就很重要，说那个关于那两百万的事情。我最近可能手边不方。有没有人曾经这样对你呢？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他的感觉是什么？哎，嘉轩，你在演艺圈里面，你最受不了的新闻是什么？最受不了新闻，无中生有，像哪一类型？哎，其实你们两个玩出快感了，你也吃不消嘛？你怎么算高手呢？不是。好了，你讲真的啦。怎么样？就是之前说你追男生的，你会不会？你们两个一定要这样，就是说我追。就说好一笔就好了啦。一笔了，真的一笔。赶快画画收工，赶快画画。不能动哦。是人吗？在对称吗？哇，好可爱哦。放心，我就一笔就好。可爱哦。所以哦，所以哦，还没断，一笔还可以，还没断。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现在换到鼻孔的部分，太狠了！还可以吗？还没有断，你全家。不行！走开！来，镜头照一下，赵哥现在五官好立体，像混血儿一样。你动了，对不起，赵哥，我们要不要现在来录那个拜年的？对啊，拜年。